老板，你这儿怎么都是腌的，都没有活鱼啊？黄喉接口了，哪有活鱼啊？啊，行，你就给我挑两条大的，我家里来客人了。这位兄弟，虽说这是咸鱼，这可是微山湖有名的四比鲤啊。鲤鱼还有四个鼻孔的？正是。那还能吃吗？不要了。我是雷云，代号四比鲤。剑道队龙岩冲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时时间，去哪里？我部联络站在民生杂货铺，我去取炸药和设备，你在外边等我。哦，你先走，我在后边。好。快去打电话，告诉我人家。是。把箱子交出来吧。哎呀，年纪轻轻个姑娘，怎么一脸匪气呀？啊！
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游击队的副队长王石同志，啊，是专门负责协助我们这次行动的。这些就是游击队的同志，同志好。还有啊，营救王喜才的事儿，全仰仗咱们游击队同志出手相助啊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。哎，雷云，上级派来的爆破专家，欢迎。你好，来来，咱们坐下说。哎，走走，王队长，走走，来。哎，啊！你刚才说什么拖欠？嗨，我们今天被盯梢了。知道是谁吗？一个女的，叫胡佩君。胡佩君是胡振飞的女儿。难怪呢，嗨，一个姑娘家做派匪了匪气的。啊，大家现在都到齐了，我说两句啊。现在有新的情况，七里山的胡振飞已经隐退了。担任七里山守军队长的，正是我们今天打交道的李仓石。李仓石是七里山的人，对。这就奇怪了，他什么时候混到土匪窝子里去了？而且今天呢，我看他在打土匪啊，我倒有点糊涂了。胡振飞的确当过土匪，不过被收编后，他有正经番号，跟从前呢不一样。反正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对手可以确定就是李仓石。下一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从李仓石的守军这儿打开缺口。焦同志，我这儿有个想法。鉴于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为什么不试着策反李仓石呢？策反？别看报了，想不想知道我刚才干什么去了？你不是去跟踪龙岩冲去了吗？你都知道。行，我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那个老战友行踪诡秘，他一定有问题。说说看。他今天在城里跟一个人秘密接头，然后又去了趟民生杂货铺，但他什么都没买，拎了空箱子在城里转悠，被我堵在巷子里。然后他竟然亮出了身上的炸药来威胁我。你都拿枪把人堵在巷子里了，还说别人威胁你啊？重要的是他解释不清楚他自己的身份。他要真是上面派来执行秘密任务的呢？有绑着炸药执行任务的，难道他是敢死队的？绑上炸药也不奇怪啊。你想怎么办？马上着手调查这个人的来历，我有种感觉，这帮人就是冲着咱七里山来的。今天晚上，李仓石要请我到鸿明楼吃饭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我会尽力说服他投诚，如果成功了，咱们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七里山。我觉得，咱们一定得试一试。王队长，你的意见呢？可以试试。不过，我只是负责协助你们行动，具体方案还得你们自己定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我只是觉得他有希望。我会把今天晚上跟他说的话在脑子里好好过一遍。你放心啊，没事儿，成与不成我都能回来。不行，我带人在附近设埋伏接应你。你不能设埋伏，这是他们的地盘，你设了埋伏。敌人一旦发现了，就会怀疑我们没有诚意，这样反而是更麻烦。如果你策反不成，
你想好的后路是什么？我现在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我这个兄弟啊，无论是胆略还是智谋，都是一般人比不了的。我很欣赏他。另外，打鬼子的时候，应该说我们彼此还救过对方的命。你虽然穿着军装，但是没有正经打过仗。你不知道战场上结下的友情是什么样的，那是过命的友情。所以，我相信他。就算是吧。可是你说的这些都是老黄历了，你多少年没见他了？这年头。李队长，龙队长，秦，好，你出去吧。还是那样啊！哎呀，来走。哎呀，这有点过分了啊，消受不起啊！你老龙来了，我能不过分吗？啊！哎，没看见嫂子吗？咱男人喝酒不让他们女人在旁边搅和。哎呀，你老哥还是重情义啊，一点没变啊！来来，这不过瘾，我就知道。来，兄弟，先敬你一杯。客气。哎，实在好酒，好酒。嗯，识货，这可是本地最好的兰陵美酒。兰陵，这好像是打仗前喝的酒吧？没错，兰陵王入阵曲，就是好酒啊，让人想起了跟日本鬼子刺刀见红的时候。那就多喝两口，来来。哎，子在，我呀，虽然家安排在县城里，可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山里的兵站里。这要不是你来啊，很少有机会到县城里吃顿好的。老哥，你在这儿待了多久啊？哎，得有2年多了吧。打完鬼子就到这儿了，就在城外七里山里。嗨，带一帮鸟人没什么意思。照说，你这肩上也是扛梅花的人吧？你就甘心窝在这山窝子里当个小队长？一言难尽。不说我了，哎，说说你这几年怎么样？我有啥好说的？跟着混吧。抗战结束了，捡一条命，啊，随着部队换防到江西。本来想啊，打完仗我就退伍，找个好营生。没成想怎么又跟共产党打起来了啊？又把我们整编了，跟了战28师，这不就打回来了？遇上这乱世了，咱哥俩也
也就这样了。哎，要说啊，这不当兵，咱俩还遇不上。嗯，抗战这会儿，全民皆兵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咱哥俩这辈子铁定就是要并肩作战的。那，你还记不记得鹞子坑那场战役？你小子身上捆着个炸弹就去炸鬼子坦克，我拉都拉不住你。你这一冲上去，两边人全吓傻了。 记得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啊，要不是那个炮弹是个哑弹，我早跟鬼子同归于尽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这一冲上去，还真把鬼子坦克吓跑了。那帮家伙也怕死啊！当时多亏你抱着我，要不然我真去追坦克了。记着啊，我救过你一命的。来来来来来。 搜查了好几遍，确实没有埋伏。这小子胆子还真不小。等他后来就出来，我们就把他拿下，看他还能笑得出来。少废话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听我的后人心事。是。哎呀，这仗打来也有10年了，打来打去，我也就打倒了。现在能在这七里山待着，我也没什么怨言。 就当养老了。哎呀，壮士不以言老啊！你这身板啊，还是那么结实。我比你年轻，都比不过你啊！我呀，现在也就能打个土匪了。哎呦，看我这记性，是打土匪想起来了。来人，去把那小兄弟叫进来。是。小兄弟，白天你帮我打土匪。 你有个兄弟被土匪抓了，对吧？大哥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我欠你个人情，土匪不就是想要点药吗？给他，我怎么着也得把你的兄弟赎回来呀！哎呦，大哥，来来来，我这……别客气，岂有此理！ 你去，好不好？我去，兄弟，你在这前面慢慢喝着，我去去就来。没事吧？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？你这样让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的家人？现在不是脸面问题，这边。 听你的，可我还要多说两句。我已经派人查到他们藏身的地方了，这伙人绝对来头不正，你这边也多提防。我不用你教我，我心里有数。放人，到。放人。 策反是否成功，军火库都是要炸的。晚饭前啊，我和马海到七里山周边观察了一下，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。我还画了一张草图，你来看一下。说说你的想法。七里山军火库隐蔽在山沟里，易守难攻。
而且周边的防御工事呢也比较完备。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的难度。不过，目标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肯定会有突破口。老公，老公，怎么样？我的人传回话来，说王喜在下午的时候，让李仓石已经给赎回去了。李仓石，对，李仓石派人用金鸡纳霜换了王喜在。这什么意思？难道李仓石卖了龙岩冲的人情？八成是这样的。看来龙岩冲和李仓石的交情果然不浅，这策反的事儿没准能成。兄弟，我让佩君把你的兄弟从土匪那赎回来，交给你了啊。谢谢。老哥，我们俩得敬你一杯啊！来来来来，此事由我而生，当然得由我来了结啊！不必客气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兄弟，我这一妹脾气不太好，二位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呀，哥哥，你多虑了。义妹性情直率，倒是很可爱啊。你怎么看？佩君是我义父胡振飞的独生女，从小骄纵惯了，有的时候连我都拿她没办法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胡振飞这个名字，我早有耳闻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他是你的义父啊。37年鬼子大扫荡那会儿，我在山西打太阳会战。我妈妈带着儿子小宝逃命，一路被鬼子撵到这山里来。当时还是土匪的胡振飞救了他们的命，从此收留照顾着他们，对我有恩呐。所以你打完鬼子，就回到这儿来接他的班了。是啊。2年前，我母亲病逝，我回来奔丧，之后就留在这儿了，算是报恩吧。胡振飞老了，身边又没有儿子，他很看重我，我就认他做了义父，所以就留在这七里山，做这兵站的队长了。哦，照这么说，你的儿子也是他养大的吧？是，打日本那会儿，小宝才5岁，现在，哎，你没见着，现在可是大小伙子了，哥哥。我可真羡慕你啊。哎，从这点上讲，胡振飞对我也是恩重如山，所以我在义父面前发过誓，誓死守卫七里山。他没选错人。哦，对了，过两天是我义父的70大寿，就在这鸿明楼办，到时候你要没有离开升平县，过来热闹热闹。哎，自家兄弟我就不专门给你发请柬了啊。来，来，排挡家的，我刚去楼上看了一遍，打挡家的和那姓龙的还在喝酒。听了意思，他们聊得很投机。哼，喝酒谈天，我倒要看看那小子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这样的小子太没那个胆量。沉住气。是。老郭，来喝水。谢谢。哎呀，这么久了还没回来，扯什么呢？扯淡呗。总不能一上来就说兄弟我是共产党，投靠我吧。
你吃饱了就出去。是。我们俩说点知心话。老哥，你对现在的局势怎么看？中国的事儿嘛，永远都是窝里斗，反反复复不就那点东西。反正老子现在守军火库，基本上不打仗，老个清净。你觉得这一仗，国军能赢吗？仗打到这份上，不好说了。战场上的事儿，你我都清楚。不是说靠枪炮多、队伍壮就能打赢的，这话在理。哎呀，按说共军这个土豹子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局势，国军的优势兵力，搞了8个月的全面进攻，结果倒伤了主力。而共军呢，中原突围，主力一点都没受损，现在还有战略反攻的意思。老爹，这关着门说，你是不是看好共军啊？反正我不看好国民党。说说看。小弟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是我明白一个大道理：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我跟随斩28师，从西打到东。这个前线后方我都清楚啊，国民党啊，对老百姓不好啊，抓壮丁、加赋税，啊，搞内讧、搞腐败，他早就失去民心了。可共产党他就不一样了，共产党真的对老百姓好啊。你光说这个解放区土改这一项。这可是几千年没有的大好事儿啊！共产党搞的这个土改，我倒是也听说过一些。对，实现耕者有其田。啊，你义父的命根子是七里山，可农民的命根子就是个田。啊，这道理都是差不多的。反正我认准那句话了，谁对老百姓好，谁就能。你说的这话意思，我都能接受。但是要按你的意思去说的话，那就是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。不瞒你说，小弟现在的身份就是解放军。我是在573高地那一仗为俘的，后来进了政训营。共产党的政策是，你想留就留，想走，我发给你路费。你知道哥哥，我是不愿意打仗的人呐。可是后来，我还是留下了。配军的回忆。我到镇平，打住！我不想知道你们干什么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咱们喝酒归喝酒，战场说战场，但我不愿意跟老哥在战场上对。我请你来喝酒是来叙旧的。喝完了，喝完了。
还有一句话，我听着，你和我现在应该是各为其主吧？我没有那么绝对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我的七里山。任何人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包括你。所以今天晚上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你放心，
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李三石，把他们全部抓回去，不许跟踪，不要盘查，快去！听见没有？快去！是。 老郭，这不明摆着吗？龙岩冲就是个内奸，你血口喷人！你。 我老了吗？干爹不老。哼，那你干嘛搀着我？都坐吧。 挺好，啊，对了，干爹，您寿宴的事儿已经张罗好了，明天晚上鸿宾楼也都包下来了，请柬也都发出去了，县城军政各处的有头脸的人都要来给您办寿呢。还是不要太张扬。没必要。干爹，这可是您的大寿啊，在那个地方自古讲究要给老人闹寿。 我从河南还请了个戏班子，明儿咱好好热闹热闹。这可是镇平县的一大盛事啊！难得你这么上心啊！
全听你的。只要干爹您高兴了，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也就都高兴了。你这个人呢，做事周全。我放心，我老了，七里山全靠你。爹，您才69，老当益壮，别总说自己不中用了。七里山还得靠您。